我是陈友金，来自香港 Alan Chan。 设置是一种无形的状态，这是男女关系一样嘛，你有爱上你所做的一切，每一个项目到我公司来进来，我都好像面对一个新的爱人一样，你爱上他。但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无条件去爱才是爱情嘛。但无条件去完成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不可能做得不好。我当然不是一个电脑的专才，但是没电脑不行，因为电脑的好处就是给我很多不同的想法。这个 ThinkPad X1 演示就是我背后另外一个女朋友一样，非常重要。ThinkPad X1 演示运转世界的设计力量。